我觉得肯定还是非常感谢全国人民能就是观看我的比赛的所有的朋友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能在奥运会期间每一场为我们中国队加油吧。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我觉得也是对他们的一些，对我们的支持的回报，包括为我们付出的一些人的回报吧。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备战的这几年中，其实身后有很多人也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吧。所以说，这个冠军我觉得送给中国吧。